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 ApacheCon A1222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带来的分享主题是基于 Flink CDC 和 Hudi 高效的构建实时数据湖。我叫徐半江，在阿里云的花名叫雪见，目前是 Apache Flink 的 Committer， 也是 Flink CDC 项目的 Maintainer。今天我的分享分成以下四个部分，首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Flink CDC 技术，第二会介绍一下 Flink CDC 这个开源社区，第三部分会重点介绍一下 Flink CDC 在阿里云的生产实践，第四部分会用一个 demo， 就 Flink CDC 实时写入 Hudi 的一个入湖 demo， 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Flink CDC 与 Hudi 的集成。CDC 技术其实从广义的概念上讲，就是能够捕获变更的技术，我们都可以称之为 CDC， 也就是 Change Data Capture 的缩写。通常我们说的 CDC 技术主要是面向数据库的变更，是一种用于捕获数据库中数据变更的技术。CDC 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数据同步，比如说用于数据备份、系统容栽；另外是用于数据分发，将一个数据源分发给多个下游；还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数据采集，就是大家在构建数据仓库跟那个数据湖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采集数据库里的数据，然后做 ETL 的数据集成。那发展到现在，业界的 CDC 技术方案其实是非常多的，从原理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查询的 CDC， 第二类是基于日志的 CDC， 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首先是基于查询的 CDC， 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实现简单，但缺点就是它是离线调度的方式，批处理模型，它没有办法保障数据一致性，也不保障实时性。基于日志的 CDC， 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实时消费数据库的日志，提供流式处理的能力，然后它可以保障数据的一致性，提供实时数据。那基于日志的 CDC 是现在 CDC 的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因为它在数据的一致性跟实时性上会更加的友好。那我们对比了一下常见的开源 CDC 方案，就跟 Flink CDC 做一个对比。我们从 CDC 机制，然后增量同步、断点续传、全量同步、全量加增量、架构、transformation 生态等几个维度，我们对这些开源的 CDC 解决方案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 Flink CDC 跟这个 Debian 还有这个 OGG 表现都比较优秀，并且 Flink CDC 在这个全增量一体化同步跟这个架构实现上，包括这个 transformation 就是数据加工能力，还有这个开源的生态上都是非常优秀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先来看，带着大家看一下在传统入湖入仓架构里面遇到的一些数据集成，特别是 CDC 数据集成里面的一些痛点。首先，如果说在传统的数据入仓架构 2.0 里面，我们会发现大家会采用这种典型的兰姆达架构，比如说原数据库是 MySQL， 它会有两条链路，一条实时，一条离线，离线的就是用 data 叉或者 scope 将数据全量同步到 HDFS 上，然后再去回到 Hive 构建数仓，然后还有一条线就是实时同步，用 Canale 或者说 Debian 做一个增量的同步，同步到 Kafka， 然后再做定时回流，回流到这个增量表，在 HDFS 上我们做一些定时的合并了，再来写入 Hive 里面构建，回到 Hive 来构建一个实时的数仓。但这种传统数据入仓架构有几个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基本上只能做到小时级别的产出，因为这里的定时回流任务它是离线调度，只能做到小时级别，同时它的增量跟全量是割裂的两条链路。另外的话就是它的链路是比较长，组件比较多，它有 data 叉、scope， 还有这个 Canale 或 Debian 或者说 Kafka， 然后这些组件它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种痛点就是它延迟比较高，链路割裂，可维护性也比较差。那在传统的 CDC ETL 分析场景里面，
我们通常是走这样的一个链路，就是说把上游数据库通过这个 Davison 或 Canal 做一个采集 ，CDC 数据的采集，采集完了写在一个 Kafka 消息队列里面去，然后再通过 Spark 或者说 Flink 这种计算引擎对里面的 CDC 数据消费了做一个分析，计算分析，计算分析完之后的数据再把它 load 到下游的存储，比如说 Iceberg、Hudi、泰 DB 或者说 Kafka 等等的这些下游里面，从而完成整个的 CDC ETL 分析。但是在传统的 CDC ETL 分析里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它的这个中间件集群其实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 Davison、Canal。另外的话，它也引入了这个消息队列集群 Kafka。Kafka 生产上是比较贵的。另外的话，如果说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CDC 的 ETL 分析，如果说我们是选择 Davison 做采集工具，那么你会发现 Davison 它是单并发模型，它会限制我们的吞吐，在如果说海量数据的场景是不适用的。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用 Canal 来做采集，Canal 目前只能读全量，如果说增量的话，你要做一个 data 叉跟 scope 去读，读了之后全量跟增量你需要做一个手动的衔接。这样的话，你的开发成本会特别大。传统的 CDC ETL 分析的痛点就是说，要么就是单并发性能比较差，全量跟增量割裂；要么就是全量增量割裂，它依赖的组件比较多。那 Flink CDC 技术针对此类场景提供的是一种什么特性呢？Flink CDC 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对于这种数据库，它既有全量数据，又有源源不断的增量数据在实时写入的场景。通过 Flink CDC，它是给下游的用户提供了实时一致性的快照。比如说你这里有新增追加的数据，那么它会追加到这个实时一致性快照里面。如果说是更新已有数据，它就会在这已有的数据里面做一个更新，从而整个的效果。就是 Flink CDC 给你提供了一个数据库里面表的一个实时一致性快照。那 Flink CDC 有几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在相对 Davison 来说，Flink C 在1.x 版本其实就是封装了一个 Davison，提供了一个为大家提供了一个 Flink CDC 的 connector。那么在1.x 版本跟这个 Davison 里面，其实有很多痛点。主要我们分析下来有三大类，一类就是说使用了锁，使用了锁其实在生产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另外的是它是单并发，单并发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数据上不去。还有一点就是它失败了是重做。失败重做就是说它不能做到断点续传，比如说我一个作业可能全量阶段要同步2天，那么如果说它失败了，我要从头开始搞2天，而不是说从断的那个点开始做一个断点续传。那么在这方面，Flink CDC 提供了什么能力呢？首先是 Flink CDC 2.0里面通过这个增量快照读取算法，是提供了一个无锁算法，就是说我们去读取全量跟那个增量，我们都不使用锁。另外的话就是支持并发读取，并发读取就是说我在海量数据的场景下，我可以通过水平扩容来提供这个并发能力。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实现了断点续传，就不用再去失败重做。那在 Flink 2.2之后的这个版本，Flink CDC 2.2这个版本，我们是把这个全增量的这个增量快照读取算法抽取成了一个框架，就我们抽象成一个框架，叫做全增量一体化框架。那简述这个全增量一体化框架，我们就是在全量阶段，我们去把这个表数据库里面的表按 PK 分成一个一个的 chunk。分成一个一个的 chunk，这些 chunk 我们可以分发给 Flink 里面多个的 task 去做，实现一个并行读取。那么我们从全量切到增量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无锁算法做一个无锁一致性的切换，全增量就自动切换到增量。在增量阶段的话，我们用一个并发就可以完成，因为一个数据库一般上游只有一个 binlog 文件在写。那么我们只需要一个 binlog，一个 task 就去读取 binlog 就可以。另外多余的这些 task，我们这些资源是可以释放出来，从而节约了这个资源。那我们其实用 TPCDS 做过一个标准的测试，就是大概是1T 的数据集，然后单表大概在6500万。如果说是用 Davison 的来做单并发读的话，全量应该是要花费将近90分钟，就是一个半小时。那么我们用 Flink CDC 2.0及之后的版本，那么我们通过一个增量快照读取算法，然后我们做一个并行读取，设置8个并发，大概是耗时13分钟，整个吞吐是提升了6.8倍，基本上是一个跟并发是一个线性关系。如果说你要更高的吞吐，那么你只需要扩展这个并发就可以。
那 Flink CDC 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些面向 Hudi 友好的一些写入设计，就是说它不仅只考虑这个 数据库的这个数据源，它也考虑到了一些下游，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通过 Flink CDC 同步，如果说是要写入到这个Hudi 里面，这个 writer 就是 Hudi 的 stream writer， 那么我们由于没有做到那个断点续传或者说切 chunk 的这个算法，那么我们每个 checkpoint 里面的数据是整张表，就是说这个 writer 他要缓存的数据在一个 checkpoint 的周期里面，它是要缓存整张表的数据。如果说这张表的数据特别大，这是给 Hudi 的这个 streaming writer 的压力就特别大，它写入到下游的存储就特别费。那么如果说是到了 Flink CDC 2.0 之后的版本，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切片算法把这个 checkpoint 的力度从整张表降低到了 chunk 力度，并且这个 chunk 力度是有参数用户可以配的，现在默认每个 chunk 的大小是8096，不到就8000多条，不到10000条，用户也可以自己配置。那这样的话，在这个 streaming writer Hudi 的 streaming writer 的往文件刷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内存是可控的，这个时候就对下游写入是非常友好。那有了 Flink CDC 的时候，有了 Flink CDC 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个入弧架构上，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优化，我们不再使用 Lambda 架构，不再去维护那么多复杂的组件，我们只需要 Flink CDC 直接做一个全增量实时同步，直接写入到 Hudi 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组件，这样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它不会影响业务的稳定性，因为它全量只用同步一次，不用每天同步全量。另外它是一个实时作业，它能够做到分钟级的产出，能够满足你下游围绕 Hudi 去做一些近实时的分析，甚至实时的分析。另外的话，它是全增量一体化的，不会有多个链路，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它能够支持并发读取，就是说在海量的场景，特别是大数据领域，这种高吞吐是很常见的，这个并发读取能力非常关键。最后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链路很短，链路短就意味着我们组件少，可维护性比较高。那有了 Flink CDC 之后，传统的 CDC 的 ETL 分析场景，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化，通过 Flink CDC 直接来做采集、计算跟传输，就是整个 ETL 都让 Flink CDC 来帮你完成。这样的话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是全增量一体化的，不用拆分成两条线，然后是这个 ETL 加工是实时做一个加工，就离线跟实时是一体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ETL 同时是支持这个并发读取的，就是我们通过全增量快照算法同时它也跟入弧架构一样，它的链路短，组件少，这样的话就是可维护性也是很好的，在ETL 分析场景。那么第二部分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Flink CDC 这个开源社区。首先 Flink CDC 社区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是放在这个开源社区的，我们 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通过这个开源社区来带动这个促进 Flink CDC 这个技术的快速发展跟成长。那么依托于这个Flink 的这个完善的这个 API， 强大的 API， 还有这个完善的生态，到目前为止Flink CDC 这个社区对接的这个数据源已经非常上游的这个数据源已经非常非常多包括支持 MySQL、Mongo、PG。OceanBase、TiDB、MurrayDB、PoloDB 等等，还有一些云上的一些数据库都是支持的。然后它的下游依托于 Flink 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下游生态，比如说消息队列、Kafka、Parsa， 然后数据湖，就是比如说 Hudi、Iceberg， 还有这些OLAP 啊 OLAP 的这些存储，或者说这些HTAP 的这些数据库，目前都是支持的。那么Flink 自身也提供了两套 API， 就是 SQL API 跟 Data Stream API， Flink CDC 它也是对接了这两种 API。 如果说你用 SQL API 来写 Flink CDC 作业，那么的话就是门槛会特别低你公司的 BI 的同学都可以来做。如果说你是用 Data Stream API 来写你这个Flink CDC 的作业，那样 Data Stream API 大家都知道就会更强大，就是你写 Java 代码它会更加灵活，提供的一些功能也就更强大，比如说你能够做到实现整库同步等等的这种功能。另外的话，在 Flink CDC 社区，其实我们还特别注重这个社区的文档，
因为一个开源社区来说，这个文档是大家去这个开源社区找的第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是 Flink CDC 社区提供了独立的这个社区网站，同时的话还提供了完整的 FAQ 手册。通过这些文档网站跟 FAQ 手册来帮新人，就是帮社区的新人快速的理解这个东西，还有学习快速上手。那 Flink CDC 这个社区到现在的话，应该是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生态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到现在的话，这是我们 GitHub 的一个十大的一个增长。现在年度增长就2022年这个年度增长应该是达到了300%，就超过了300%。然后同时的话，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关注里面，像国内外的一些大厂，比如说阿里、网易、腾讯、小米，还有一些阿帕奇组织的一些开发者，都有很多人来关注这个项目。同时的话，在过去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其实是做了社区的发版本管理方面，我们是发了很多个版本。1.x 我们应该是发了好几个小版本。另外的话，2.x 这几个大版本的话，我们每一个版本都支持了非常强大的功能。2.0 版本，我们的 SQL CDC 支持了一个增量快照，然后支持水平扩展，支持断点续缠。然后在2.1版本里面，我们支持了百亿级的超大表，就 MySQL 的百亿级超大表，以及支持 MySQL 大概是50多种全部类型，然后支持了 Oracle 跟 MongoDB 两种 CDC 的连接器。在2.2版本，我们支持了这个 OCBase、PolyDB X、SQL Server、PyDB 4种数据源，然后并且兼容了主流的 Flink 1.13跟1.14这2个系列的大版本，提供了一个增量快照读取框架，并且 MySQL 上我们支持了动态加表等等高级 feature。那么即将发布的那个Flink CDC 2.3，我们预计在9月份也会发布就 Flink CDC 的2.3版本。那说到这个社群发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在2021年的7月份，我在北京的 Flink Meetup 上分享的时候，第一次分享 Flink CDC 的时候，我建了一个 Flink CDC 的社区群。就是到今年7月份，大概就是刚好1年的时间，这个群里已经有6600多名开发者跟那个用户。就我做 PPT 的时候，大概是6200多，到我现在能分享的时候，又有400多名开发者跟用户。然后社区的钉钉群号是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社区群里获得更多的那个帮助，也可以跟大家去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那第三部分，我会重点分享一下Flink CDC 在阿里云的一些生产实践。Flink CDC 它这个技术，其实它只是一个在社区，它是提供了一个引擎。那如何的降低这个门槛，或者说提供更强大的功能，借助一些平台提供更强大的功能，我们是想了4个核心点。我们期待的结果就是将 MySQL 整个库，如果说我们要同步到这个 Hudi Iceberg， 我们来围绕构建一个实时数据湖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实现一行 SQL 一个 job， 然后能去做到源信息自动发现、表结构变更自动同步、全增量自动切换，甚至做到整库同步。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现在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是提供了在内部版本，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CDS， 就整库同步 Create Database。as database 的这样一个整库同步语法，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整库同步来实现将 MySQL 的一个库可以同步到 Hudi 这个数据湖里面指定的一个库。那么同时我们提供了一个 CDS 的这个表级同步的一个语法，就是 create table as table 这样的一个语法，然后我们来支持一个叫schema evolution 的能力，就是说表结构变更自动同步。大家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这个语法里面，我们利用了这个 catalog， 这里的 Hudi 是一个 catalog， 这里的 MySQL 也是一个 catalog。 我们借助了 catalog 的这个元数据发现跟这个管理的能力，来实现整库同步跟这个表结构的这个变更同步。那么如果说你是在阿里云上，我们在阿里云上推出了一些版本，就是说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写这种 SQL， 就是说用户你要想把这个Flink CDC 支持的这个上游，比如说这个 MySQL、PG、Mongo 等等的这些数据源，写入到这个 Hudi， 或者说写入到 Holograce
等等的这些下游存储里面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写 SQL。那么这里的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用了三行的 Flink SQL 实现一个分库分表，实时合并写入到写入到一个下游。下游的话，我这里用的是一个 Holo， 就三行 Flink SQL 就能实现一个数据集成，中间还有一些那个分库分表的合并。那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作业模板呢，就是通过点接跟勾选，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数据同步场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开发同学在做，也有可能是一些数据分析的同学来用。那么你可以用数据同步模板，你只要在页面点击勾选，就能同样生成一个 Flink CDC 的一个作业。那表结构变更自动同步这个原理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就是将 MySQL 里面的这个 DDL 跟这个 CDC 数据，我们同样的给它做同时通过这个 source 给这个 sync。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传 CDC 的数据，我们同时也会去处理这个 DDL。 当这个 source 节点收到一个 DDL 事件了之后，我们会去在下游建表，就是 create table， 在 下游的 holo 或者说下游的这个 Hudi 去建表，从而实现一个表结构变更自动同步。就是说我上游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 MySQL Order DB 里面有一张用户表，然后它增加了一列，就是增加了一个 A 级列，然后又插入了一条数据，插入的这条新数据就带了这个新的这个字段。那么上游新加了一个字段，那么表结构变更它是会自动同步的，这个 DDL 会在这 holo 这下面去执行一个加列的动作，加列了之后在 holo 里面的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 URL 表里面，你会发现这里面新加的这个新增的这条记录，它对应的这个列也同步过来，然后这个 A 级列也会自动添加。这就是一个表结构变更自动同步的一个功能。另外的话，我们是原生就支持了一个分库分表合并，就是说比如说分库分表在业务，特别是在一些业务上了规模，要扛一些高并发的时候，那么分库分表是一些业务系统采用的非常经典的一种架构。在这种架构里面，就是说它在不同在一个库或者多个库里，它有很多个分表，它要把这些分布，这些分表同步到下游。那么我们呢是原生就支持这个分表合并的。那这个分表合并的话，在 Holo 或者说 Hudi 里面的一个效果图，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库名跟这个把这个库名跟这个表名，这作为原字段同步到下游去，然后以及原表的这个ID 就是这个组件作为一个新的组件，就是说原数据的这个原库名、原表名跟原的 PK 作为这张新表的一个 PK， 这样来实现一个分表的合并，并且保证同步到这个下游的时候，这个下游的这个组件也是唯一的。那么分库合并同步，就是说我们在 MySQL 里面除了有一些分表，还有一些场景它会有一些分库，就是说它会在库层面也做一层的这个拆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同步到这下游的这个 Holo 里面去或 Hudi 里面去的时候，那么比如说我们这张订单表，它原本是在不同的这个 DB 里面的，同一个实例下可以有多个 DB 啊。它在不同的 DB 里面，那么我们同步的时候也是会把这些分库，就是说它来自哪个库，它来自哪张表，然后以及它原始的这些数据一起的合并的同步过去。然后不管是分表合并同步还是分库合并同步，其实用户都只需要写三行 Flink SQL 都是一整体来说，如果说不算一个建表语句，就是说一行 SQL 就能够搞定。那么整库同步就是说在为了降低那个对上游原库的一些压力，另外的话就是简化我们的这个同步的 pipeline。 我可能一个库里有上千张表，我不想维护上千个 pipeline， 那么我们是推出了这个整库同步的这个功能。整库同步这个它的核心原理跟那个 schema 变更同步，就是说表结构变更同步，它原理是差不多的。然后只是说它这里的话，它是这里的这个 DDL 事件包括 CDC 数据，它是接收整个库的所有的表，所有表的变更，所有表的 DDL 变更。然后它在下游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给你拆成多个的 sync。 比如说你有1000张表，那么它这里会有
若干个这个肾梗，它也会拆出若干个肾梗。这样这里举一个示意图，就是说我 MySQL 里面有 Author、User 和 Address 这三张表，那么我通过一行 SQL 就能实现将这三张表，就整个库里面的这三张表同步到下游去，这就是一个整库同步。那么整库同步的话，其实这里就是我在阿里云实时计算这上面我写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只需要一行 SQL 就能实现那个 MySQL 整个库到 Hologram 数仓里面。那么这个的话，大家看到用的就是刚刚介绍的 CDS 的这个语法 ，Create Database as Database 这样的一个语法。那么整库同步，如果说刚刚的那三张表，对吧？这样的一个 source， 这个 source 这是这个作业运行起来的一个示意图啊，示意图这是一个 source 里面的话，它会接收多个表的 CDC 数据，还有多个表的 DDL 数据，然后它在下游去写的时候，它会写入到下游的多张表里面，这样自动的拆开到多张表里面，并且每一张表的话，它都是支持那个 schema 变更自动同步的，就是说你这些表里面加了字段，它都是可以帮你同步到下游去的，你不用用户不用去管这些 DDL 的变更，这些都是自动同步的。那么最后一部分，我想带着大家来看一下。通过一个长的一个 demo， 就是介绍一下 Flink CDC 跟这个 Hudi 入壶的 demo。 因为我刚刚介绍一下 Flink CDC 在阿里云的一些生产实践，举的例子是 Holo， 但其实我们的话这个下游支持是非常广泛的，像这些 Holo、 Hudi 还有这些 MySQL 等等，我们都是支持的。那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Flink CDC 入 Hudi 构建实时数据壶这样的一个 demo。那么首先我们这里的话，我们是在这个这是一个 MySQL 的一个测试的实例，我们会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TPCDS 这样的一个库，我已经灌了一些测试的数据进去，然后测试的数据进去，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写入到下游 Hudi 的一个 demo， 这是所有的这些表，我们加起来应该是140,000多行。先做一个原表的一些表结构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我到时候演示一下一个分库分表同步，就是这个 user 表啊，这 user 表这三张 user 表里面一共有这些数据，我们分别演示一个整库同步到 Hudi， 还有一个就是分库分表合并同步到 Hudi。这里的话是在阿里云上构建一个 OSS 的一个 bucket， 就是一个目录，用来做这个 Hudi 的这个文件存储的目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创建两个 catalog， 就是 MySQL 的 catalog 跟 Hudi 的 catalog， 因为不管是我们的 CDS 还是 CTS， 就分库分表合并啊，整库同步，我们都依赖这个 catalog 去做这个元数据的这个发现。这样我们把这两个 catalog 创建好了，我们执行一下。OK， 把这两个 catalog 我们都执行完毕。执行完毕了，大家就可以看到 MySQL 的这个 catalog 里面这些表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表以及它具体的这些字段。那么这个作业就是我们 MySQL 到 Hudi 的一个同步作业。第一个我们是做一个同步 TPCDS 整库到 Hudi， 做一个整库同步，然后第二个收购语句是分库分表合并同步，并且这两个作业的话我们放在一个 statement set 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作业合成一个作业。合成一个作业有个优势，就是说这个 source 如果说是同一个 MySQL 的 source， 我们能够做到那个自动的去做一个合并，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节省资源嘛。我把两个作业合成一个作业，那我们是创建了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把这个作业给它调度起来。这个作业调度起来会花点时间，稍微花点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等这个作业调度起来之后，我们在这个 ODS 这边，我们就能看到它这些目录。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 TPCDS 那个模型里面各个表在 Hudi 这边这些表的这些对应的这些目录已经创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等这个作业运营起来，它就会往这目录里面写对应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拓扑，我可以暂停给大家看一下。那你会发现，我们简简单单的两行 SQL
其实这个平台下面给你做了很多工作，它这个 top 是非常复杂的。像这里的话，就各个表，这个 CDS 它翻译成的这个 Flink Streaming 的这个 job，它的这个 top 是非常复杂的。这些都是由这个 CDS 语句和 CDS 语句在这个平台上帮你做的。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 Flink 的作业的一个 top，这是一个 source 对吧？source，然后就是 Hudi，熟悉 Hudi 的同学就知道 bucket 和 sender 跟这些 writer，这就是整个作业的 top，每张表都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sync，往对应的那个表里面去写。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等这个 checkpoint 完成之后，Hudi 那边会依赖 checkpoint 做这个数据的提加。然后等这个 checkpoint 完成之后，我们去这个 Hudi 里面看这些，大家就会发现这些数据文件，对吧？它就这些 Parquet 格式的这些数据文件就已经写好，就是说 MySQL 里面的这些数据分库分表整库同步都已经写入到 Hudi 里面去，已经写完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之前看了一下原 MySQL 里原库里面的那些分库分表还有这个 TBCDS 这个库里面它有多少数据。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查询，就是来做一个查询，我们统计一下。我们写到 Hudi 里面的这些数据，跟上游的那个数据是不是无缝的，就是说完全能够对得上的。那我们写一个 SQL 来查一下 Flink 的这个 batch SQL 跟那个MySQL 的这个 batch SQL 的语法基本上一样的，我们拷贝过来改一下那个 catalog 表明就可以直接用。那么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下，看一下这是这个TBCDS 里面这个行数，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是14万多行。跟这个 MySQL 里面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库同步里面过来，这个时间也还是蛮快的，因为演示嘛，数据量没多少，然后它是把这些权重量一体化同步，一行不多，一行不少，就实现我们所谓的一个 exactly once 的一个同步。那么这里面是 snake 的一下这个URL 分库分表，我们上游的这几张分库分表同步到下游，它的数据还是能够对应上的。那这里还再演示一下，就是我们增量的这部分，比如说就是我们 URL 表，对吧？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表结构变更同步。我们这里先是去加一列，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insert，再做一个 update。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下游，看一下下游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同步过去。刚刚加的 objects 这一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新加了一列，对吧？然后我们又插入了，然后我们又更新了。你会发现，新加的列这个表结构变更，它会自动同步过来。然后新插入的数据、更新的数据，它也会自动同步过来。OK，这里就是我们刚刚更新的那条数据。那通过这个 demo，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说 Flink CDC 做的一个在是做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说它能够将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东西提供一个实时的一致性快照，并且这个实时一致性快照，我们可以写入到 Flink 支持的所有的下游，比如说 Hudi，我们 demo 里面的 Hudi，或者说之前介绍的那些 Holo，或者是泰迪 B、Kafka、Parsa 等等的这些。下游的存储或者说消息队列，并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它能够做到的是说，exactly once 就是一条不多，一条不少。然后我们也是在阿里云内部提供了一些CDS 的一些内部实现，内部实现就是主要为了降低大家的这个开发工作量，然后让整个一个复杂的 top 它也能够很简单的，让一个复杂的 top 能够很简单的就实现。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话是我贴了一个 FAQ 的文档，因为就是到现在大家听完这个分享，可能会有很多人想去试一下 Flink CDC，或者说已经用的同学想去有很多问题。那么有很多问题，其实在我们在开源社区提供了完善的 FAQ 文档，有中文跟英文文档。就是说你碰到问题，你可以先去这个开源社区的 FAQ 文档里面看一下，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另外的话，我们在阿里云实时计算也提供了一个 FAQ 文档，这里面的问题，这里面的大家碰到的问题跟那个答案会更加全面一点。
点，大家也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一下，就是说你碰到的问题可以先到这里面来搜一下。 OK，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就是加入那个 Flink CDC 这个开源社区，参与社区的这个合作共建，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社区的钉钉群或者说 GitHub 上直接联系社区的小伙伴。好，再次谢谢。